当地时间2月29日，第70届柏林电影节颁奖，最佳影片由伊朗影片《无邪》获得，韩国导演洪尚秀凭新片《逃走的女人》获最佳导演，列夫·朗道·娜塔莎获杰出艺术贡献奖。主竞赛唯一入围华语片，蔡明亮新片《日子》未获奖。非凡娱乐时事。